兄弟们啊，今天是我李坤兄弟，我的好兄弟李坤，有个小愿望，要放生这些鱼啊，这是一天半的鱼货，我就为李坤兄弟，给这些放生啊，祝愿我好兄弟李坤以及家人们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天天有个好心情啊，走吧走吧，都放了啊。都放了。